Thank you.
改平息，准备进入考验区。你们有仔细看过九军消防吗？深吸一口气，九军上场了。人生新书，万
天一层太低了，然后还危险，一边对他就那个。但每次要记得进，没有飞。谢谢。他们要飞三代。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，谢谢幻象两栖战机带来如此精彩的他们三机演戏和超演。三机啊！啊，三机啊！好啊，来宾，现在幻象战机已经完成落地，看看左前方，准备滑向伞离组合，请几位来宾，因为飞机尚未完成关车，任何系统已脱离状态之外，几位来宾请坐上来观赏。那个倒数第二个就是最后一页吧，这个是第二个，对嘛？就七个嘛，六三十二四六七的。大家看，要上第一个上校吗？第一个上校啊，我忘记他叫做叫什么名字了。现在三型主力战机以雷虎特技小组为这个队长，副队长，五位成员都已经在飞机解说机位。表演的时候全部练习的时候全部坐上，万一坐上的话就穿越了。会有现场就会脱光，到这里来的爸爸是空军，哦对啦，对，一定要直接飞啦，没有办法啦，眼睛没有办法飞行，另外一个机校，但是我同学有在飞空军，不是，我是正在的，陆军算陆军。幻象两千无方便通校，我一直不知道，对对，我应该听到。请各位来宾在热烈的掌声，谢谢他们精彩的表演。二十四啊，韩学生的话就三十四。文退是吗？退，我同学也在飞啊，不退的。这次发言，一个少将，前几天男同学上校，他上校都是退。正将，然后我是中校，中校退，中校就知道是上校退。今天早上的活动就到这里啊。所以只剩静态超远了。啊？剩静态的空中的就没有了。对啊。空中没有。来。来前面，在那个江西方大道开口那边。今天是早就下雨，所以说。
谢谢实力。就他拍的台，拍的台上。各位嘉宾，我们早上的活动到这里告一段落，现在实力要暂时离开我们的现场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送实力。要降落的时候，降落的时候是这个，就因为有拍照，不是那一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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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架吗？一样一样拍，对，对，军的指挥，对的，对，他那个叫指挥，他那个是，他那个是以车打打车，以为说是新兵到底双喜，赶快把关一个椅子，他是另外，现在飞机即将表演完了。最后一个，请各位来宾留一点空间给我们飞行教官动线，谢谢各位。